老狗早，昨天睡得好不好？吃早饭，吃饭。哎呀，嘿，这包粮刚刚好。不错的一天。吃好喝好去武汉。吃一个这边特色的鱼。我才发现这个餐桌是麻将桌，麻神专用。你现在底下应该是这个东西目测安不能吃，是不是？安真不是我欺负你，下一个看看你能不能吃的，好吧？看这小肚子气的，一鼓一鼓的。嗯，这酥的，你看这个虾的手好长呀、啊！你这么长，我就得吃了你。闻见鱼头汤的味儿啊，这个好像你能吃一点，给我吃吧，能给他分享一点点，让他尝个味儿、啊、他应该都喂狗粮是吧？对，主要是狗粮，是让他尝个味儿啊，尝尝鱼是啥味道。这鱼肉好嫩，它能吃鱼丸。嗯、哦，几乎没多少面。哦，这个汤太鲜了。哦，咸鲜咸鲜的。这个鱼超级嫩，吃在嘴里边像吃奶油一样。听说信阳水比较好，所以鱼是比较有特色的。而且你看上面这个头顶有点绿的青番茄。感觉就正常番茄的味儿，它不对，后味酸度很高，并且会脆，炖在汤里边就很入味儿，嗯，而且很脆。对，这是一个来自安保护协会的 Acer， 他把鱼肉挑刺儿，你咋整成这样了，兄弟？我因为要挑刺儿的呀，不然怎么办？哎呀，你也太用心了。再给安来三颗鱼丸，中午吃一个鱼肉大餐，晾一晾给你吃，好吧？光盘的乖狗狗，那我们就准备去武汉了。
看看我们的住处。哇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还可以。可以，这根管应该是我在空调里见过最长的一根明管了。管它呢，凉快就行。赶紧打开。窗外有点吵，但是能看到现在堵不堵车，让我决定要不要出门还是宅在家。去，你去探险一下吧。你看他这个渴望的眼神，把孩子渴坏了。来来。哎，宝宝，好。现在喝水应该是消化又吸收。武汉是真的热，随着夜幕降临，这个房间其实也暴露出来一些小小的问题。你看那个安安已经累得睡着了。首先是这个洗手间，有一股小小的异味，而且你看到那个标语，你就可以想象到这个房间曾经遭受了什么。然后。淋浴有些许的漏水，这个房东在十分钟之内就给我过来打胶了，人态度没问题，只是说这儿很多的住客，没有好好的善待这个房间吧。地板看似很多污渍，这都是不可修复的，但是实际上一尘不染。总体来说，端午节期间300来块钱，这个地方住着还是不错的。原本我是想打算给你们破费的去拍一个什么。带着狗子住一些高端的什么 W 啊洲际酒店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但是很遗憾，武汉没有一家的高端五星级酒店可以接待宠物。在西安，我知道至少万豪系的 W 什么的有2家以上，有些疑惑，带着疑惑，明天咱们 AFM 见，拜拜。